你好，我叫何华，欢迎你来中国的文化展示。我来介绍一下中国的文化。今天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电影、中国的视频、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名胜古迹。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非常有意思，因为有很多有关文化的事情。根据我自己的经历，中国有很美丽的城市。比如，北京、上海和香港有很多的惊人的名胜古迹。一些的中国的传统包括红包、春节、烟花、生肖、灯笼等等。